们好，我是哈娜。大家以闪亮之名的游戏进度到如何了呢？今天要来分享我买了一个萌新必备的限时礼包，里面有限定时装还有专属的头像框，接下来就开箱给你们看咯。拿到一个方寸星河的头像框，还有晨曦交响的洋装，还有这个桃粉小调的戒指，还有这个溪流乐章，这应该是一双裤袜吧，还有繁花交响曲的，这个是一个乐器，然后双重协奏曲的头发是金色的头发，还有一双粉红色的高跟鞋，还有体力100，接下来我穿起来给你们看咯。先染个颜色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看染成桃色也是非常的漂亮哦，橘色也很好看，转个圈让你们看一下背面，超梦幻的对吗？但是因为我现在潮流色卡还不够，所以没有办法把它染起来，就大概给你们看一下咯。那这是它原本的颜色的样子，下面是有一些渐层蓝的颜色，然后上面是浅浅的粉色。再来我换一个背景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个背景啊非常适合这套洋装，我戴上了一顶很漂亮的帽子，跳个舞给你们看一下哦，超美超梦幻的吧。那这个乐器呢，我以为是可以弹的，但是它是不能够弹的哦，它就是一个装饰品。我这样子转起来是不是很像一个音乐娃娃呢？然后啊，再来跟你们分享有一个游戏的任务，跑完这边的剧情以后啊，就会出现这个，我们必须要穿兔棉可可的时装才能够解那个任务，然后我们就是可以来开始制作时装了，有材料以后就可以做咯。这样我就拿到兔棉可可的洋装哦，很可爱吧。然后啊，还有这只兔子，只要材料有做好的话都可以哦。在这里啊，我的材料不够了，但它很方便，到服装店就可以购买了，买好以后这里就可以开始再来制作了，非常的方便哦。拿到这个兔耳绒绒了，超可爱的兔耳朵。那这个材料呢又不够了，所以再去服装店购买。好啦，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再制作咯，又拿到它的套件了，这个也是一样到服装店去购买，然后再到这里来制作。好啦，这样也拿到了这双裤袜咯，还剩下两个，也是一样到服装店去购买。然后这个呢就没有办法在服装店购买了，必须要在这三个任务里面选一个过去，有机会就可以拿到那个材料。那我就是跑完了任务以后就可以拿到材料咯，我已经把材料补满了，这样子就可以做这张很漂亮的红粉美人的鞋子哦，毛茸茸的很可爱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它这个发型啦，这个就很方便，到服装店购买就可以了。然后又有缺少材料了，也是一样，要这三个任务里面选一个去。那我这里可以直接用搭配的方式，这样就完成咯，可以开始制作了。好啦，浪漫的头发就完成咯，超可爱的吧，我好喜欢这一套哦，你们看。我已经收集完成这套服装咯。尤其是那个兔子，超级超级可爱的，搭配我的粉红色的背景啊，整个超级梦幻的。跳个舞给你们看吧，这套非常的推荐你们一定要收藏起来哦，超级可爱的。那对了对了对了，我的伺服器是在永夜蔷薇，然后我有开了一个协会，叫做哈娜粉丝团，欢迎你们来加入哦，详细的资讯可以到我的频道的社群这里，我会放在影片的下方，你们可以点过去看清楚，要同一个伺服器才能够加入我的协会，欢迎你们跟我一起来玩，跟我一起来打扮自己的可爱娃娃咯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请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